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隋唐一老公 TONY 结婚后育有儿子 MX 和女儿 Lucy， 不但事业有成，家庭生活更是美满到令人称羡。最近他接拍牙膏广告，刚巧呈现他跨足服装品牌领域的女强人面貌，真实呈现忙碌却又面面俱到的精彩人生，更首度与老公同框演出，甜蜜又自然的互动闪爆片场所有人。据悉广告中另一半的角色原本由男模扮演，不过隋唐主动提议由老公上阵，才让夫妻俩有机会能合体在荧幕前放闪。广告中隋唐开怀大笑，露出美丽背齿，而 TONY 也因为老婆在现场而放松不少。虽然是处男秀，但表现十分自然。隋唐表示自己很喜欢大笑，笑有渲染力，除了能让自己心情变好，也能让周遭的人感到快乐。他举例有次和同时为服装造型设计僵持不下，于是给自己一个自信的笑容，这个笑除了是隋唐给自己的秘密武器外，也同时缓解了同事紧张的情绪，纠结的争论也因此有了进展。他说也因为喜欢大笑，对口腔牙齿保健更是谨慎。隋唐与老公 TONY 首度合体拍广告，左思右想真和行销提供隋唐接拍牙膏广告，展现自信笑容。左思右想整合行销提供隋唐与老公 TONY 首度合体拍广告，左思右想整合行销提供